哇，夜媽媽都要繼續佔領中環，是你冇聽錯啊，只不過佔中的是湯唯、王力宏同埋女神基斯漢斯和夫，事關呢晚佢哋又為電影《Cyber》開工啦。而據知呢場戲係講緊披頭散髮、著咗白衫黑褲嘅湯唯坐喺路邊度玩緊手機，然之後呢空同埋女神就會洗架車埋嚟，你個英雄救美。但是见到贵为韩国百想影后的汤唯好似就唔系几喺状态啦，同雷神嘅对手戏一共剔咗十次咁多，仲要劳烦埋导演米高曼亲身教戏添，难道汤唯你俾雷神电晕咗？不过系都唔奇噶，因为雷神实在太过迷人同埋 nice 啦，喺剧组 break 紧嗰阵时就有求必应，同 fans 影相毫无架子噶，而且最后仲对镜头理咗个鬼马嘅 V 字手势添。哇，雷神你咁识做，唔怪之得你赢尽晒所有人嘅心啦。